同学们好，欢迎来到大数据获取与案例实战课程，我是主讲老师徐月梅。在上一个小节里，我们已经学习读文件的基本操作，这个小节将学习如何写文件。文件的写入与文件的读取类似，都需要使用 open 函数来打开文件。在 open 函数的参数设置中，将 mol 赋值为W 表示 write 的意思。打开文件后，就可以使用 write 函数向文件中写入指定的字符串内容，如下程序所示。打开文件名为 text.txt 的文件后， myfile 对象调用 write 函数，分别向文件中写入 python exercise 和 welcome 语句。write 函数能够对文件进行逐次的写入，此外还可以使用 readlines 函数将一个列表中的所有数据一次性写入文件，或者使用 readrow 函数将一个列表的所有元素全部写入 CSV 的同一行。 readrow 函数主要用于对 CSV 文件的写入，将在下一个小节学习。下面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请同学们参考如下示例，用 write 函数将2到3句话写入到文件中，并检查是否成功写入。这道题的实现其实有两步，首先需要将内容写入到文件中，其次还要检查是否写入成功，那就需要借助文件的读取来进行检查。请同学们随我一起来编程练习。好，请同学们在文件读写文件夹下新建一个 file， 将其命名为4 file write.py。 对这个练习，首先呢，我们要写文件，然后再通过读来判断写是否正确，所以一共有两步。好，我进行一个注释。第一步呢是 write file， 第二步是 read file。 好，我们来看一下写文件，使用 with 关键字打开文件，我们将写入的文件命名为 text.txt。 如果说在当前的目录下没有这样一个 text.txt， 程序会自动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将其命名。好，第二个变量是 mode， 这里将其定义为 w 表示 write， 得到的文件对象赋值给 myfile。 好，对于文件的写，使用的是 write 函数来写入myfile。 第一句话呢，我们将其写入 life is short and you need python。 在这句话的结尾，建议大家输入一个反斜杠 n， 表示回车的意思，返回新的一行，开始下一句话的写入。第二句话呢，我们依然使用的是write 函数来进行写入，我们写一个 welcome。 好，写入这两句话之后，我们来读取一下 text.txt 来看一下是否写入正确，读取的文件呢就是 text.txt， mol 呢赋值为 r。好 ，as my file，OK，这时候直接使用 read 函数就可以了。得到文件内容以后，我们可以将其赋值给 content 的变量，也可以使用 print 函数将其直接打印在屏幕上。好，程序编写以后，我们运行看一下输出的结果。这是程序的输出，我们刚才写的两句话就是 Life is short and you need Python, welcome， 得到的输出结果也是这样的两句话
那么说明我们的文件写入是成功的。这是我们的练习一。总结一下文件的写入。文件写入，其方法与文件读取类似。首先，使用 open 函数打开文件，再调用 write 函数来写内容。一共有三种写入函数，分别是 write、write lines 和 write row， 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选择。以上就是这个小节的内容。下一个小节，我们将学习CSV 文件的读写。谢谢大家。